婚纱摄影，你确定这是你爸当年住的地方？肯定没错，估计是后来租出去了，改做这个。嗯，那看来韩先街的结界入口应该就在这里面。嗯，但是人家还在营业呢，我们怎么进去呢？那有什么，我们进去拍组照就行了。拍照？啊？这可是婚纱照，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又不是来真的。 我们总不能跟人家说要找结界入口吧？也是啊。那还扭捏什么？走走走走走。两位真是天生一对，郎才女貌。咱们店呢，拥有全县城最全的服饰风格。哈哈哈哈，主打的是 ins 风、国潮风、童话风，还有古典宫廷风。不知道你们二位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啊？ 你们大胆说，我们店都能满足。而且咱们新娘长得这么漂亮，身材又这么好，完全可以多选两套尝试尝试，对不对？那也行啊。哎，你帮我拿那两件，给她试一下。好，马上。哦，要那个灰色格子的。啊，然后还有那个棕色条纹的。行，然后再……哎，太有眼光了，这两套特别好。 我们俩喜欢二次元 cos 风，所以自己带了衣服。对，二次元最棒了。啊，换这么快？嗯，带路吧，拍照。啊，好。不知道二位 cos 的是哪部动漫？《镇魂街》。哦。哎，二位。 要不咱们继续？来，继续啊！来，两位预备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三二一。两位啊，现在拍的是婚纱照哦。 咱们能不能再稍微亲密一点？要拿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哦！行，来吧，来吧。OK，好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哎，不错，好，这个新郎要不要试试抱抱新娘啊？哎，好，准备三二一，哎，新娘也可以试试抱抱新郎哦。哎，对，很棒啊！ 好，预备，三二一 ，perfect。哇，相当完美。哇，刚刚这组照片可以说是我拍过的最棒的一组，等了一辈子就等这一套。哇，这下真的，我太完美了，太棒了。啊，果然就是这儿了。这里是。 看来我们运气不错，酒馆最适合用来打探消息了。虽然我的人际没剩几个钱，但是这灵地我倒挣了不少。走。请问是夏玲小姐吗？ 你是？不知夏小姐前来，什么有失远迎？在下沈元清，是这条韩先街的代理镇魂将，也是夏启峰夏将军当年的部下。我爸当年的部下？真的假的？雪玲花。夏将军说的果然不错，小姐果真是喜欢这雪玲花。
小姐或许听说过一些夏将军不好的传闻，但还请小姐千万不要相信那些邻人的胡言论语。夏将军在沈某心中是最好的镇武将。谢谢你。算了，矫情什么呀？我先去道歉吧。他一个人在这儿又不受待见，总不能丢他一个人在这儿吧？刚才说话我也确实说得重了些。这雪莲花是寒仙街特有，将军送过小姐吧？嗯，可是好多年都没见过了。哎，你谁呀？不是说了让我冷静一会儿吗？来找我干嘛？那是你说的，我可没说。刚才我问你的话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你谁呀？这位是沈将军，这里的代理镇魂将。他刚才可告诉我了，我爸是一个很好的镇魂将，根本不是那些邻人口中所说的懦夫。你跟我道歉。你是代理镇魂将？在下沈元清，敢问你是哪位？我跟他是一起的。现在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夏小姐。嗯。你们二人随我回府吧。你们难得来一次寒仙街，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一下才是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那太添麻烦了，不用。怎么会麻烦？在下住的正是雪凌轩，那里可是夏将军曾经的住所。小姐去了那里，就跟回了家里一样。雪凌轩。不要去。二位请随我来。你还没跟我道歉呢。好，那就对不起喽。对不起不能加喽喽。那就对不起没有喽喽。那差不多喽。这雪莲花出了名的花期短难养活，你父亲离开寒心街之后，他沈元清能有这个闲心伺候这么娇气的花，还一伺候就是十年，种这么大一棵，开得这么茂盛，你用脚想都能想明白，他是临时从别处移植过来用来骗你这个傻子的。你说谁傻呢？我看人家沈大哥挺好的，热情招待我们不说，还答应帮我们调查将军链的事儿。我看是你有点多疑吧。我要是不多疑，早就死了十回八回了，还帮我们调查，说得好听。其实就是拖延时间的手段罢了。我看他就是心里有鬼。有你个大头鬼！这花就算是移植的又怎么样？说明人家沈大哥惦记着我爸，真心想让我开心。他要是真对你好，那为什么把我安排在那么远的客房里，让你一个人住在这院子里？我看他就是心存不轨，然后故意把我支开，好对你下手。这是你父亲的卧室是吧？我要进去检查。不行，这以前是我爸的房间，现在是我的房间。不许你乱来，我要休息了。不。晚安。还晚安是吧？不识好人心。真是的，都跟他说了多少次了，还是那么容易被骗。就得让他吃点苦，才能长记性。
亲为子。